眼，深呼吸，吸气嘅时候咧数四下，呼气嘅时候咧数六下。我哋自己做呼吸下。是要闭着眼睛吗？对不起，我忘记了。没事没事，闭着眼睛。对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闭上眼睛，好，保持呼吸。吸气的时候呢，你就数一二三四，然后呼吸的时候呢，就数六一二三四五六。就是说，吸气的时候四，一二三四，呼吸的时候比吸气长一点点。OK， 啊，这样你的肺里面的肺气就可以完全的呼出来了。盖上眼睛，自己做哈。放松你的肩膀，坐直你的腰。对，如果觉得辛苦的话，你可以靠在你的沙发，靠在你的床边啊，这样做。好，慢慢，我们打开双眼。我们先做头哈，做你的颈，吸气，伸直你的腰背，呼吸的时候头微微的向前，放松颈椎，吸气上来，呼吸仰后，吸气回中间，呼吸往前。放松颈椎，放松你的肩膀，呼吸往后，吸气向中间，再来一个哈，往前，吸气的时候回中间，接下来我们往旁边啊，吸气坐直，呼吸左边，吸气回来中间，呼吸的时候往右边，吸气回来中间，呼吸左边，吸气回来中间。呼吸往右边，吸气回来中间。好，吸气坐直，头顶顶上天花。对，呼吸的时候往前，往前垂下头。吸气往左边摇去左边，头摇去左边。呼吸中间。吸气的时候摇过去右边，对，慢慢的，我们不要快啊。回来中间，吸气摇去左边，啊，我们腰背坐直，身体不要动哈，只是紧动就可以了。往右边，呼吸，往前。最后一个哈，左边往前，我们吸气坐直，然后吸气坐直，整个身体坐直。你坐的时候呢，我们只是头摇就可以，身体不用摇，不用身体这样摇哈。吸气坐直，呼气仰后，仰后身体。微微的向前一点点、啊、然后摇去你的左边，呼气仰后，然后吸气摇去你的右边，呼气往中间，摇去左边，呼气仰后。右边，再来呼气，仰后，左边，哎，
呼气，然后慢慢的坐直。好，坐直，我们摇摇我们肩膀哈，松松肩膀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肩膀往前打圈啊，往前这样打圈。当你的肩膀往后的时候，吸气，呼气，往前，慢的，不要快啊，吸气，往后，呼气，往前，吸气，往后，对，呼气，好，反过来，吸气，往后，往前，慢慢的摇过来，对，吸气，打开，往前，对，再来吸气，往前，好，好，现在放松你的肩膀，放松。我们吸气的时候，吸气是把你的肩膀，对，拉起来，拉起，放松，放松的时候呼气啊，吸气，呼气，放松。一起啊，吸气，放松，放松的时候你可以用口吐气哈、啊，再来，对，好，松松你的肩膀，双手往前伸直，对，伸直，我们打开。用力的打开，然后收起来，打开，打开的时候好像放出去，打开，对，手指伸直的打到最开，然后收起来，再来打开，对，收起来，最后一次打开，对，你可以弯起双手，可以这样打开，收起来，打开，对，打开。对，好，摇摇你的手腕。好，我们双手伸直，打开，往外的打圈，往外，对，往外，不用太高哈，伸直就好了，好像肩膀的高度就可以了。往外，对，好，反方向，往内。往里面打圈，好，摇摇我们的手腕，对，双手合起来再胸前，然后好像这样球球的就是把你的手指扣起来哈，然后在你的下巴下面。我们收起来的时候呢，这个手抓手肘手肘要合起来哈、啊，对，合起来，头可以微微的往后，这样也可以，你可以的话这样也可以，对，打开的时候吸气哈、啊，打开手肘往上往天花的方向，对，吸气，呼气的时候手肘并拢。对，靠拢，然后吸气，打开，往天花，尽量的打开，腰背伸直哈，腰背坐直，收起来，手肘并拢，然后吸气，呼气的时候手肘靠在一起，对，再来一个哈，收起来，打开。呼气，收起来。好，现在双手在你的胸前，对，胸前。然后我们吸气的时候，呼气的时候，吐气的时候往外 ，OK？ 吸气，坐直腰背往外，呼气，再来回来吸气。呼气的时候往外推出去，尽量推直你的手肘。对了，回来，
推出去，再来吸气回来，推出去。然后这一次吸气的时候往上啊，吸气往上，对，头可以微微的 往后仰哈，对，呼气回来，吸气往上，顶上天花，对，腰背坐直，放松你的肩膀啊，肩膀不要这样啊，放松，呼气下来。好，再来，往上吸气。好，停在这里哈，停住，双手伸直，肩膀放松。我们的手臂哈，尽量贴你的耳朵，贴耳朵，对对，伸直啊，顶住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慢慢下来。放松，放松肩膀，摇摇你的手。现在呢，我们叫做你的腰。双脚好像刚刚一样，就靠对，盘坐。如果你觉得累的话，你可以也可以伸直啊。双手往上，对，坐直你的腰背，坐直，头顶上天花，好，放下，放下，然后一只手往上，一只手往上，对，挤上天花，尽量把你的旁边的腰伸直，拉直，对，放低，吸气，另外一只。拉直往上，放下，另外一次伸直往上，往上的时候吸气哈，好，放下呼气，再来左边，伸直，好，放低，另外一次伸直往上吸气。这一次吐气的时候呢，我们往旁边弯身，右手的话就往左边，左手的话就往右边。好，吸气往上，伸直，然后吐气的时候往旁边放松腰。对，另外一个手也可以放在地上哈，可以按住，对，这样就稳一点。好。吸气回来中间，再来吐气，弯腰，对，尽量伸直，然后我们在这边停住，保持呼吸。好，吸气回来，好，放松肩膀哈，另外一边，好，吸气往上。吐气，再往旁边，对，吸气回来，再来，好，往旁边吐气，好，停在这边。保持呼吸，伸直你的手啊，坐直，吸气，慢慢回来，放松，然后放松肩膀。好，现在我们往左右，左右怎么做呢？右手在你的左边的膝盖。按住，对，另外一个手放后面，你的pat 后面，啊，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坐直你的腰背，吸气坐直，吐气的时候往后面看，往后面，对，
吸气的时候回来，吐气坐直，吸气坐直，然后吐气的时候往后面，伸直你的腰背，尽量望去后面啊，望去你的肩膀的方向。好，回来，吸气坐直你的腰背，吐气再来。Hello， 好，回来，放松你的腰，这样放松一下，苹果。好，另外一边哈，刚刚做了左边，现在做右边。刚刚做了右边的同学，你们做左边哈。同阿小敏今天不行嚟呀，你唔使打电话嘅。好，左手按住你右边的膝盖，右手放在后面。按住后面地下就可以了。吸气的时候坐直，吸气坐直，往后看，吐气。好，回来，吸气坐直，对，头顶顶上天花哦。呼气的时候往后看。好，回来，再来一次，吸气，坐直，对，往后看。好，慢慢回来。好，两边动一动，松一松我们的腰。现在你是盘腿的吗？你的腿是盘起来的吗？可以的话，我们脚那个脚掌对脚掌啊，这样也没关系，你可以用这个砖或者是毛巾垫住也可以，这样舒服一点点哈、啊，垫住。如果你想就是提高你的柔软度的话，就放开就好了，由它这样放松也可以啊。好，吸气，伸直你的腰背，双手按在地下，双手按在地下哈、哦，前面。Okay. 不可以的，就是按住你的脚就可以了。我们吸气，坐直你的腰背，吸气，坐直，然后吐气的时候微微的向前一点点。如果手可以按住地下的话呢，你就爬前一点点；不可以的话，你坐就是拿住你的脚也可以了，往前这样往前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对，吸气，坐直腰背，顶上天花，头顶上天花，然后吐气的时候往前一点点。对，吸气回来。再来，吸气，坐直，往前，吐气。好，我们停在这里哈、哦，头看前面，头看前面。对，抬头，对了。保持呼吸，拉直你的腰背，吸气的时候拉直，然后吐气往前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吸气回来，双手帮你的双腿回来中间，慢慢的，对，然后伸直，对，抖一抖它，对，放松一点，放松，根本累晒你，你怎么？好，一个脚弯曲，一个脚伸直。我们先做左边嘛，有没有毛巾或者是那种长的毛巾也可以，你有这个带的话也可以。好，我们往前就是好像我这样，好，好，伸直腰背，吸气。吐气的时候往前拉一点点，对了，慢慢哈，慢慢跟就可以了。吸气的时候伸直你的腰背，拉直头顶上天花，
伸直你的那个膝盖，好，凸气往前一点点可以啦，多一点点也没关系。对，吸气坐直，凸气往前拉多一点点，可以抓住你的脚的话，就用手抓住也可以哈。就是说不一定要用毛巾的。好，伸直腰背，再来往前下去吐气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停在这里哈，停住，伸直你的腰背，头看前面，对，看前面。然后保持呼吸，放松你的肩膀。吐气的时候往前下多一点点。对，吸气的时候伸直你的腰背，腰背伸直，吐气往前。对，好，可以抱住你的腿的话就抱住，不可以的话呢就轻轻按住就可以了，保持呼吸。好，慢慢上来，好，松松你的脚啊。现在把刚刚做的脚打开45度，打开往旁边打开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另外一个手就是你做左边腿的话，你的手按住地下左边你的膝盖的前面。现在我们伸直手往前往上往上天花，伸直腰背，然后下去一点点。对，一点点就好了，第一次好，不要多。吸气回来上来，吐气往左边多一点点。对，吸气的时候回来伸直你的腰背，放松肩膀，伸直往上，吸气，吐气往下弯腰，感觉就是你的腰的旁边拉住的这个位置拉住就可以了啊。我们停在这里，停，保持呼吸啊。好，慢慢上来，吸气，放松，然后放松你的腿。好，另外一只哈，左边弯曲，右边伸直。对了，然后用你的毛巾或者是绳子。那个叫什么？就是刚刚那个动作，应该问他 U 音。好，吸气，我们伸直腰背，头顶顶上天花，然后呼气的时候往前一点点。对，我们头看头抬头哈，抬头看前面，对，抬头看前面，吸气回来。吐气的时候就是你的身体往前就可以了，头不要就是不要垂头哈，仰头的，对，这样的，对，吸气上来，再来一下，吐气的时候下去。对，保持呼吸。吸气的时候呢伸直腰背，吐气往下一点点。对了，可以抱住你的脚就抱住，抱不住的话用绳也可以，保持呼吸。好，慢慢上来，吸气。好，微微的就是摇一下，然后打开45度。对，一个手右脚的话，你的右手就放在脚的那个膝盖前面啊，然后另外一个手往前往上，吸气伸直你的腰背，吐气的时候往旁边慢慢下去一点点。对，上来吸气，坐直你的腰背，再来吐气往下，往旁边弯腰弯曲多一点点就好了。
吸气的时候慢慢上来，再来吐气，鼻涕中，吸气下去多一点点，好，吸气，再来一个哈，吐气，好，这次可以弯多一点点了。保持呼吸，停在这里哈，保持呼吸。好，慢慢按住，慢慢上来。好，放松肩膀，放松你的腿。嗯，然后我们双腿往前伸直。然后用你的绳子把脚这样子，每一次吸气的时候呢，坐直你的身体，头顶对坐直，然后吐气的时候往前一点点，对，感觉就是你的不要用你的胸部去碰你的膝盖哈。我们用肚子，用肚子碰你的大腿，对，这样伸直你的腰，对了，好，吸气，坐直，再来吐气，往下，对，用肚子去碰你的大腿哈，那个感觉是这样，对，吸气回来，放松肩膀哈，吸气，坐直，吐气，慢慢向前弯。一点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停在这里，保持呼吸。幽英，你可以拿住你的脚吗？可以吗 ？No， 还不可以。Okay. 好像因为你的手弯曲很多，所以我以为你可以。没关系， okay. 吸气。慢慢坐直，放松。好，有。可能直线我以为它好，我们回来这个姐，你的瑜伽直垫，瑜伽垫。好，这一次呢我们做一些抬腿的动作，手两个手往后面，只是呢你的手指是往自己的臀部的方向的哈，这样可以吗？不可以，打开一点点也可以。好，准备好没有？好，我们抬腿，抬腿，抬一个腿啊，一个腿。我们吸气的时候，用力的时候吸气，吐气往上一点点，对，这样放低。好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往上。然后放下，慢慢慢慢跟就好了。对，吸气坐直，吐气往上，一个腿往上一点点。好，放松，再来，吸气坐直，吐气的时候，对，抬起，停在这里，脚尖对前面，伸直你的脚背，对，停住，停住，停住，三。二一，放低，哇，放松一下。另外一个腿，刚刚做了左边，现在做右边。刚刚做了右边，现在做左边哈。准备坐直，先坐直，吸气，吐气，往上一点点。好，放下，再来吸气，坐直，吐气，往上，对。注意哈，你的腰不要这样，腰不要这样，这样你可以很高都可以，只是不对，我们要伸直你的腰，对，伸直，然后哪怕你上一点点也可以，只是腰一定要伸直哈。好的，哥哥是哪个？英谦，对，英谦，你的腰要坐直，你只是伸直你的手，伸直你的腰，对。不要抬太高哈，一点点就可以哈。再来哈，伸直你的腰，吸气，吐气，脚抬起。对了，对了，脚尖往前哈，绷起你的脚背，
好，吸气，坐直，吐气，抬起，停在这里，停停停，脚尖伸直。好，慢慢放松，放松。好，这次我们两个腿一起哈，你可以手往后多一点点，这样比较容易。好，我们吸气的时候坐直，整个身体坐直，试一下两个腿伸直，往前，对，就好了啊，放下。啊，你的手罩可以弯曲一点哈，伸直的话很难做，你弯曲一点，这样抬起哈，好，准备伸直你的腰背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嘿，来，嘎，抬起，抬起，抬起，顶住，三二一，放松，好，宾馆都笑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还慢慢的。这一次呢，我们的手就放在地下，两个这样放在地下，对，一样哈、哦。这一次我们可以高一点了，就是抬起一个腿，抬起，对，好，吸气，伸直腰背，吐气，往前往上，可以很高哇，厉害，脚尖挤住天花，脚尖蹦起来，对，放下。吸气，伸直，吐气，往上，挤上天花，很好，慢慢放下，不要咚放下，等一下弄到哈。再来一个，吸气，伸直，吐气，往上，挤住天花，停在这里哈，停停停 ，hold 住，停住，保持呼吸，慢慢放下。对，另外一个脚，吸气，伸直腰背，哈，来抬起，另外一个脚抬起，对，挤上天花，慢慢放下，放下的时候慢慢哈，再来吸气，伸直腰背，吐气往上，好，慢慢放下，慢一点，对。再来抬起，好，停在这里哈，停住，停停停，停住，挤住，三二一，慢慢放下，吓到了是吗？好，然后下一个呢，我们完全睡在地上，对，慢慢睡在地上，做刚刚一样的东西哈，手就放在地上可以了。抬起一个腿，我们先做右腿哈，吸气，好，吐气，抬起一个脚，挤上天花，然后呢，我们的手呢就是这样抱住你的膝盖后面，大腿、膝盖，然后弯曲你的膝盖，弯曲膝盖，对。然后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慢慢的手拉你的膝盖往上，拉去你的胸口的方向，对，好，吸气回去，吐气再来拉往前，往自己的胸口的方向拉，然后吸气放下，这一次呢，我们伸直你的膝盖，整个腿伸直。试一下哈，吸气，伸直腿，吐气的时候往自己的胸口拉一点点，膝盖伸直，膝盖伸直，对，伸直你的膝盖，对，慢慢放松。再来一个哈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把腿抱去你的胸口的方向，用一点力伸直膝盖。脚尖也是绷住的哈，挤上天花，好，慢慢放松，慢慢放下，弯曲膝盖才放下。那个宾馆，哎，刚才问，Gemma， 你放下你的腿了，不要嘣这样放下哈，等一下弄到你弯曲膝盖，然后慢慢放下，
知道吗？好，另外一个腿，对了，另外一个腿哈。好，现在吸气、吐气的时候，左边的腿抬起来，挤上天花，手抱住你的膝盖后面。对了，抱住了，弯曲你的膝盖，弯曲。对，吸气、吐气的时候，用手拉你的膝盖往你的胸口的方向拉。对，好，回来，吸气、吐气的时候，拉你的膝盖往胸口。好，慢慢放松。这一次伸直膝盖，你的脚挤上天花，挤肩，挤肩往天花，对，挤上去。好，吸气哈、啊，吐气的时候拉你的腿往胸口，伸直膝盖，脚尖也是绷直的。对了，好，吸气，吐气往胸口再拉一点点，多一点点，膝盖伸直，膝盖伸直 ，Gemma， 膝盖伸直，对，伸直膝盖，不要弯曲，伸直，对了。好，现在慢慢弯曲你的膝盖，放下脚，慢慢放哈，不要。对了，对了，这一次对了。好，伸直脚，两个腿放松一下。好，你们听就好了哈。现在做另外一个腿，另外一个腿呢，我们弯曲膝盖，弯曲一个腿。对了，然后呢？把你的膝盖那边、啊、放在左边的地下，可以吗？看得到，我都看不到我自己。好，我们先起来，起来，先起来，先看哈、哦，先看一下，不然你们就是躺下的时候你看不到我，我做一次你们看哈、哦，先看不要做。好，我们好像手哈、啊、打开，手掌按住地下这样，然后弯曲一个膝盖，只是膝盖往左边，右边的腿，膝盖往左边这样弯，然后头呢往另外的一个方向看。哦、OK， 明白吗？然后回来，明白吗？嗯，明白。嗯，这样。啊？嗯，没有问题。OK， 明白哈。好，左要睡下来，左要一样的嘛，左要一样。最好是同一个方向，不然我讲的时候就很乱。好，我们睡下来哈，先睡下来。对，手掌按住你的膝盖，手揿住地下，掌心揿住地下。瞓直，掌心撳住地下，我哋彎曲右腳，右邊的腳彎起來，對。然後吸氣、吐氣的時候，腳的那個膝蓋往左邊。放鬆你的腰，頭看右邊，頭看右邊的肩膀。慢慢吸氣回來。放下你的右腿，弯曲你的左脚，做另外一边哈。吸气，然后吐气的时候，把你左边的膝盖往右边，头看左边，对，头看左边。对了，放松腰。好，慢慢回来。现在手依然是放在地上哈，我们右边的脚伸直往上挤上天花，然后听住哈，然后慢慢的放去你的左边，慢慢放下就可以了。对，伸直你的左边的膝盖，伸直是用腰的，用你的腰。对，好，慢慢回来，吸气，你的对，往天花挤上天花，慢慢弯曲膝盖放下。对了，另外一只
左腿身体往上抬起来，往上慢慢放下，慢慢放去你的右边，头看左边，肩膀，对，好，慢慢上来，脚尖挤上天花，然后弯曲你的膝盖，放在地上。我们再做一次，右边，吸气，抬腿，慢慢放下，吐气，放在你的左边，头看右边，保持一个呼吸，吸气，把腿抬回来，弯曲你的膝盖，慢慢放下。做另外一边左腿，吸气，抬起你的左腿，慢慢 放下右边，放去右边，头看左边的肩膀，对，放松。好，吸气，抬腿，慢慢抬起，弯曲膝盖，放下。然后两个腿抖一下，现在我们两个腿一起弯曲，这样抱住自己，抱住你的膝盖，对，抱住，然后往旁边两边一点点就可以了，要抱住你的膝盖，像好像抱住个膝头哥在胸前，跟着左右两边摇下，好像摇篮那样，左右两边摇，回来中间，然后试一下，往上往后这样，对，头可以抬起来，Gemma 是吗？头啊，对对对，这样看到吗？好，放下你的脚，慢慢的，对，伸直，抖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做一些比较累一点的哈，我们试一下，这样，上，可以做到吗？不然的话可以抱头也可以。抱住头，这样一点点就可以了，上来一点点，对，这个可以训练我们的腰的力哈，这样一点点，手抱住你的头比较容易，手抱住头，对，好，准备啦，吸气，呼气的时候上一点点，呼气放松，吸气上。放松，再来，吸气上，放松，最后一个哈，吸气上，放松，好，放松肩膀，放松整个人，放松，抖一抖你的腿，好，慢慢右边的脚哈，弯曲膝盖。右边的手按左边的肩膀旁边，就是转身，转身，对，转身，转身，转去左边，左边，对。然后我们的左脚，你的左脚跨过来，对，跨过来，然后慢慢按住，坐起来，按住，坐起来。U-ing, 对，转身，对，这样坐起来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坐起来的时候，你们先不要坐哈。有时候我们常常起床的时候啊，就这样起床，很容易受伤，腰很容易受伤。然后我们最好了就是弯曲，然后按住，转身，然后这样起床，好，这样就不会
那么容易受伤，尤其是年纪大了，然后你这样上来的时候腰很容易拉到，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就是坐起来比较容易啊。好，我们现在盘坐啊，做这个来想好，盘坐。我教你们一些呼吸方法，就是那个叫盘瑜伽呼吸法，呼吸法，呼吸方法法，呼吸法。嗯，你坐进来一点哈，你看住镜头看到你就可以了。手这样，等一下啊。这个手呢，两个手指，拇指跟那个什么无名指。OK， 我先讲广东话比较流利哈。我哋嘅手指公同埋无名指，等先。尾指，手指尾啊，手指公、手指尾，好似六字咁样咧，六字吓。手指公揿右边嘅鼻哥。手指尾按左边的鼻哥 ，OK， 咁样，好啦，点样按呢？我哋吸气，做一个呼吸先吓，吸气，呼气，好啦，吸气，手指公按住右边的鼻哥，呼气的时候咧，左边鼻哥呼出，好啦，跟住吸气，净系左边。鼻哥吸氣咯，跟住用手指尾撳住佢，跟住呼氣嘅時候咧，用右邊吸氣，撳住呼氣，用另外一邊，係啦，吸氣，撳住呼氣，用另外一邊，明唔明白啊？廣東話明唔明白先？係，明白。我講普通話下試下。我们这个是瑜伽的呼吸法，拇指按住你的鼻孔，按住右边的鼻孔，然后吸气，再呼气，呼气以后呢，用你的尾指按住你的鼻孔，然后打开这边，吐气，吸气，按住，然后吐气，再吸气，按住。吐气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啊，明白的话我们做哈。如果觉得这个手指不好用的话，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很不灵活，灵活吗？这样，因为也可以用这个手指的，也可以用这个手指，只是。随便你用这个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、啊、好，准备好，吸气，按住一边，然后吐气的时候用一边，用左边吐气，再吸气，按住，打开吐气，吸气，按住，打开吐气。再来吸气，按住，打开，吐气。即是说我们按住一边的时候，呼气，跟住吸气，按住，打开，呼气，吸气，按住，打开，呼气，吸气，按住，打开，这样循环。听得懂吗？You Ying。Yeah, 我大概明白。明白，反正就是按住吐气吸气，按住吐气吸气，按住这样。OK， 好，明白哈、那我们一起做哈，自己做啊，自己试下做。我哋尽量咧将嗰个呼吸均匀，即系唔好一下快一下慢，平均咁样做。我哋做四次哈，准备吸气，揿住。自己做呼气，吸气，揿住，
放开呼气。嗯，得唔得啊？觉得点样啊 ？OK， 做完之后会唔会觉得啊，好似好喘气咁啊？如果系就唔啱嘅，冇吓。如果顺嘅话咧就啱啦。咁呢个咧系一个瑜伽嘅呼吸法，即系将我哋平时我哋嘅呼吸咧，只系会两边一齐呼吸，咁你 feel 唔到你自己个鼻哥吸气噶嘛，所以你唔会吸得好深。咁但系我哋咁样嘅时候咧，你就会吸得好深咯。咁主要咧就系将我哋嘅氧气咧吸入你嘅肺部，呼出嚟嘅时候咧，一边即系每边循环咁样做嘅话咧，咁就可以即系你集中将个精神集中喺个呼吸嗰度咯。明白吗？咁平时自己打坐啊都可以做下噶。上个礼拜有冇人冇做功课举手？啊，好叻啊！冇人举手，通常都即刻举嘅。好啦，上次咧，我哋上个礼拜咧，我哋系咪做呢个打开，跟住收埋？上一个礼拜我们都是做那个练习，就是打开吸气，然后抱住吐气，对不对？打开吸气，抱住。吐气，这样吗？然后这一个礼拜呢，我们就加强一点点，就是往上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抱住你的腰，吐气，弯曲你的身体。对了，吸气往上，吐气往腰，对，抱住你的腰，这样，这样做八个，就是一个。一组一组，对，一组，八个是一组，我们做四组，好不好？ Okay. 打开吸气，慢的哈，然后吐气，抱住你的腰，一个，打开吸气，抱住腰，吐气，两个，再来吸气，吐气，抱住你的腰，三个。这样做八个，这是一组啊，做四组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啊。我们做的时候注意，就是你的呼吸一定是吸气是往上，吐气是抱住啊、嗯。这个第一，第二呢，不要啊，不要这样快，要就是很 smooth， 很顺的，你的节奏很重要。吸气，吐气，快慢很重要哈，要均匀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哈。那有什么问题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这个课堂没有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嗯，可以吗？英谦，可以啊，明白哈。啊，明白。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下课啦。好、啊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 ，Namaste， 谢 谢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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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。那记住，我们下一个礼拜回来的时候，一定要做这个，还有不要一个小时之内吃东西啊。嗯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